美人皮白骨哀，俗言岂堪破。半步阴阳，并指生死，再无一念之间。少年狂意不由人，四海纵潮生。点将谱上无一路，再将离情与君诉。知音一个难求，既见君。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世。谁说君子就得远庖厨？八珍五味不及我秀色可餐。点将谱上无一路，再将离情。点将谱上无一路，再将离情与君诉。白心，咱们到京城了吗？小姐，您醒了，已经到京郊了，距离京城约莫还有百里地吧。百里地，看来明日正午咱们就能到谢府了。小姐，听闻那伙流寇似乎还有些余党，未被苏大人清查，而今就藏匿在这京郊。咱们还得多加小心才是，让二福抓紧赶路，莫要耽搁了。是这箭突然从林中飞出，差飞箭，莫不是？几位，几位有话好说，千万别伤了我家小姐。人呢？把他交出来。小女子离家进京，途经此地，若是有何得罪之处，还望诸位海涵。诸位若是不嫌弃，小女子车中备了。闭嘴，少揣着明白装糊涂。那小子人呢？你们把他藏哪儿了？什么人呢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咱们可半点也不明白。哼，还敢嘴硬。你们要找的人是我，莫要伤及无辜。少啰嗦。几位一路尾随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姑娘不必惊慌，自有在下抵挡。别高兴得太早。暴炫烽火，剑炫上虚。你
竟然。五公子守灵多年，身手倒是半分没落下。阁下千里尾随，到底意欲何为？真是可惜呀、一片丹心世上，却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。若当年五公子肯为自己筹谋些许，也不至于。住口！你究竟是谁？哼，我是谁？你且看看此物，也好死个明白。糟糕，莫非是暗器？公子小心！不好！若再纠缠不休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今日算你走运，我们走。在下乃京城人士。小姐，这是汴京城最大的市集，不过眼下还不到最热闹的时候。小姐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不知道谢家来接引咱们的人到了没有？是表妹吗？姑苏知府之女见过谢表哥，有劳表哥特来接引。听闻表妹受姑苏府之造，亲自推荐入上府局任职，尚未恭喜表妹。粗浅手艺不过是知造大人给的体面罢了，表哥可别笑话我了。哦，对了，表哥这是……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吃糖人，所以特意去买来给你。这么多年没见，难为表哥竟然还记得我的喜好。表少爷偏心，只给小姐买糖人，我也想吃呢。那不妨让表哥带我们再去买个糖吧，也给孩儿表妹带一个回去吧。好，当然是大家都有，都有。表小姐，衣服备好了，请择衣。
姚小姐还要再试试另一件吗？哇，小姐这么一梳洗打扮，简直是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难怪表少爷都看呆了呢。你呀、啊，吃过糖人之后，果然嘴变得很甜嘛。人家只是实话实说嘛。少爷，小姐又在发脾气了，还摔了老爷的瓷瓶。少爷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你先下去收拾吧，我来处理。是寒儿。小寒固执，这几日爹娘恩威并施，都没能治了他的脾气。过几日教引姑姑就要入府了。寒儿心境我最能理解，不如就由我代劳，与寒儿小叙规划吧。哥哥明明说过，将来会给我寻一门好婚事，一生一世一双人的那种。若是此番承日受封，做了什么贵人，还怎么可能实现？不行，我要去找哥哥，去君上跟前求求情。你是姐姐？寒儿为何不愿受封？都不知当今君上长什么样，就要给他当媳。
见过姑姑。能来到这里，周围必小姐可以依照姑姑使用浮生梦，可以抽取随从。莫闻莫窥莫传，此为生存法门。属下同若见过姑姑，不必多礼。姑娘言重了，张姑姑还有一些。恭喜姑娘依照安排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晋升成功，小姐先。那咱们就再去。哎呦，这不是上服局的大。你瞧，就是他，刚晋升又获得了福。大胆推敲，小心求证。有心随从强。
什么？小姐，可找着您了，瞧。口齿留香，恰至其味，表妹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我想带你云游天下。